伴随着亚运会的完美收官，中国女篮球员也随之奔赴各自球队，为接下来的新赛季做备战工作。中国女篮国手黄思静重返广东女篮，新的赛季黄思静除了球员将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，她将担任广东女篮助理教练。新的征程，新的开始，期待姑娘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尽情绽放。